喂，畫仔啊！喂，畫仔啊！哎，今晚上来当我们飞机嘉宾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为什么？之后邀请谁？天马行空的刘德华，華仔，華仔，对。 是，这个我们去佛山、顺德，明天做个艇仔粥，做那个荔湾艇仔粥。因为荔湾艇仔粥就是广州的嘛，荔湾艇仔粥，荔湾艇仔粥。我以前小时候也喜欢吃艇仔粥。 艇仔粥多有鱼，然后以前我还记得吃了一个粥叫猪红艇仔粥，现在有那个就猪舌艇仔粥，艇仔粥有猪皮啊，有鱿鱼啊，有碎牛啊，有啊，其实我也喜欢皮蛋艇仔粥，放一些皮蛋也好吃。顺德人是不喜欢用顺德阿姨来做饭啊、带小孩啊、处理很多事情，所以就叫马姐。以前对啊，就叫马姐。所以顺德人做菜好好吃，香港也有几家那个做顺德菜做的好好吃。 好像大鱼一样哦，它就能够用自己潮汕它那个自己做饭的那种风格，去融入那个冬阴功汤，这个挺好啊。但如果我们是去学完那个粥底的话，回来弄个以那个粥底火锅也可以啊，粥底火锅也是。 在市场上面也挺有价值的吧。先学好那个粥底，看怎么弄。再就边尝试现在去偷师，去人家店里面偷师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吧，就尽力去学呗。